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，我是郑仲彩。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受住干燥的大陆气流所影响，在华南地区来讲，那个云量都比较少，这一区的天气都是普遍晴朗，还有是日夜温差是颇大的。而至于截至到今早上大约六点钟的时候，各区的气温就介乎在15至到22度之间。而至於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咧，就會係天晴，日間咧係炎熱同埋非常乾燥。喺呢度提提大家，紅色嘅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噶。去到今日嘅日間嚟講咧，氣温就會上升去到接近28度。而風方面咧，會係吹和緩嘅偏東風，初時離岸咧係間中清勁噶。而今日嘅紫外線指數咧就會去到9，強度屬於係甚高噶。所以大家記得要做足防曬的措施。而至於展望方面，在接下來的幾天都會是一些天晴乾燥的日子，而且日間是炎熱的。去到下周初，那個風勢會較為微弱一些，能見度也會是較低。去到下周的中期就會有幾陣的驟雨了。這節的天氣我們就看到這裡，再見。